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-Bar 校园大使郭佩如。今天是我们气管系一年一度的歌唱大赛啦，所以我当然要来朝圣一下。这是我报名的个人组还有团体组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拭目以待，马上带你们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戏卡拉霸气杯耶。还是遗失的美好，谢谢。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。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。太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心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的离开，但就是谁的替代不了。好的，我们是最新偶像团体三G大宽屏。我只顾着看你装着不经意行的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？我看到手臂是我伸到手，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，我胡思乱想就曾经很喜爱，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呀转就真的遇见 Mr. Rock。最开心的就是感觉上我们今天所有参赛者里面应该就是那三 G， 对，我们这个唱跳将来应该是会当红的，会成为什么 SHE 接班人。那我们入围决赛团体组有三 G 大宽，还有那我们恭喜一下参赛者林元翰、黄世展、李云、陈伟之、郭佩如。为什么进决赛？进决赛？进决赛？进决赛！大家应该看到刚刚的影片了吧，就是我们三 G 大宽屏还有我自己郭佩如的个人组都进了决赛了。那今天5月8号呢，就是决赛的当天，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气管系的决赛长怎么样。我们气管系系卡拉的决赛会在我们北明逸仙堂举行，就是最大的舞台上。然后我今天唱的，我现在很紧张。然后我今天唱的序号是个人是第七个唱，然后团体是倒数第三个，就是18个唱，就等于是团体组是压轴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等一下的表演吧。Bye.
请问你们决赛这次要唱什么歌？要唱《完美特务 J》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作为你们决赛的歌曲？因为就不是投票嘛。前阵是因为我们在吃卤味的时候听到那个前奏，哦 ，Oh my god， 天哪，哦天哪！那你们这一次决赛有想要带什么特别的给大家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是特务什么啦？特务谁啦？去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就这样 ，OK。雷先生，我们真的欢迎来到三居校园巡回演唱会名传大学站。请各位不要吝啬您的掌声及尖叫声，让我们欢迎特务局老师 music。真身，我来到美丽的姐姐。
冒险开演，三句大宽屏，谢谢大家，康萨米达，我们爱你哦， yeah, 谢谢粉丝，谢谢粉丝们，再也不会出来了 ，Never，OK，、okay, 你终结了，已经绝招。